外侧纹呢，主要是发生了设备那个发热那个缺陷，像设备啊，它有一两度，它可以判断出来，就可以马上对那个设备进行一个跟踪。还有一个图像识别，就可以对我们设备的一个表记啊，那个油位啊、油温啊、还有压力啊、还有位置啊这些，也可以识别出来，也帮我们判断那个设备的状态啊，是否异常。